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。然后今天是因为兴趣，继续和这个皮皮一起玩耍。皮皮今天用的是蔡文姬，他蔡文姬好像有皮肤啊，蔡文姬的皮肤，也就是颜色变一下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蔡战文姬场，是一个纯辅防助，守它是在可以加血的，是吧？全军出击。医疗，移动的医疗库啊，移动的血库。我拿包。哎，他什么情况？掉线了吗？没有，哇，他开始动了。那我现在转上路，中路我们现在有3个法师啊，这把不知道好不好打一点。对方这个夏侯惇不好搞啊，到后期他那血厚。想削我没那么容易啊！谁不知道你想干啥？就你那些花花肠子啊，想想都让人家干啥？我操！怎么还有一个？我操！刚才没去草丛里面啊！这个理由方埋得够深啊！来追我呀！我开的这么加速了啊！我操！又中弹了，又中弹，身上又中毒了。这李莲花埋的够深的哈，隐藏的够深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啊！你又想对我做什么？这可恶的李莲花啊！夏侯惇呢？上面处处是危险啊！我痛痛痛痛！还好这个时候身上没有李莲花的那个标记。要是给他标记住了，我基本就死翘翘了。我只能还是待在塔下吧，不要出去。他们两个在那里，搞不好什么时候偷袭我啊！现在他们两个不在了，已经到我们野区来了。竟然这么猖狂！叫你 Q，你再 Q 一个给我看。你再 Q 一个给我看！哇塞，完了！有没有人救我？有没有？什么情况嘛？这一个自爆就把我爆死了，我不是还挺多血的呀？我应该，据我估计应该可以扛得住他这一次吧，是吧？怎么一下子就给他搞死了？打猪肉精，这个皮肤好像应该是只要完成任务就有送的哈。妲己可以送2个皮肤啊，应该是那个什么任务全部做完了，还有送一个另外一个皮肤。刚才猪肉精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我想去打猪肉精，小乔，就等你疏忽的那一瞬间收下。你去哪里？我操！你上来呀、啊，貂蝉，干嘛不打他了？猪肉精想对我做什么啊？跑过来点啊！李元芳，先把李元芳解决掉，太危险了啊！冲啊，冲啊！完了，自己玩死了，被玩坏了。本来是想打后羿的，他们一下那么多人飞过来，然后开加速冲过去送死，太傻了。不应该的啊。这个，哎呀，没打好，没打好。这么猖狂，你还不死，还想开加速跑？哇塞，哇塞，
这么准，直接中了后羿的大招，暴君直接被他们宰掉了啊！不是，算算算，现在已经抢人头，还好刚才没回去，回去的话人头就抢不到了。找准机会定人，定的定是你，快跑快跑！哎，我操！我没去那里吃点血，这个小乔想对我干啥？人呢人呢？不散了吗？我埋伏在这这么久，不想定一个人，想定后羿。我靠！快跑快跑快跑！让他给夏侯惇抓住就糟糕了。我操，一个没抓到，亏大发了。谁让他投降啊？这种程度能投降吗？不就损失几个小将？大师还没去呢，信不信我定死他？一套补死他，对吧？咱们就要六，不用补了，我还没蓝了，我要回去补个蓝啊。他残血，他就是基本上一半血，像橘右京一半血，我。他肯定搞死他呀、趴在这地方。找准机会。主要是典韦只要能在前面扛着啊，我们在后面偷袭就可以了。好，你再打你再打。这家伙想对我做什么？我操，这里又一个冒出来，我操。好危险啊，他直接跳我面前来找死。哇、哦、好痛。我死了。扇子扇死了。不应该跑到这边了，应该跑往下面跑了。哎呀，没血，烂蛋了。烂蛋坏了啊。咱们也是想打后羿的，离后羿太远了，位置就跑歪了，要不然击杀后羿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哇，我在背后那个走路就要没有 PP 快啊，没有没有这个蔡文姬快。来下路，这边有危险。哎我去，典韦挂了，典韦挂了怎么打？能搞死几个是几个，形势不妙就赶紧溜。又完了，黄后军又被他们打掉了啊！我方没有射手啊，我们三个选了一个都是这种辅助型的英雄。没有输出，伤害不高，又脆弱。哇，卡都不要了。能扛的就靠那个后典韦啊，典韦，但是好像典韦现在没发育起来，他起来了，在我方向暂时排第一。我们机会定住他。只要对方有机会给我定住一个。诶，对方后羿应该会下来呀，我在这等啊。好，看到了啊。后羿直接射我，别死！死！开炮！开炮！开炮！
我是偷偷摸摸的吧，喊完就跑，好像不行，敌友已经太猖狂了。貂蝉跑过来，跑过来，啊，貂蝉不过来，搞死这个人！大家赶紧回城救一下上路塔。确实输出没有输出啊，输出就靠那个谁，那李云欢先跑了，输出就靠后羿和典韦。再看来我们只能在一起啊，不在一起的话很容易被他们敲掉啊。我要是被李云欢逮住，直接几下就给他搞死了。他们可能，我操，你们小心草丛！我操，都在中路啊，好危险！不要过来，快跑！开始撤退！我操，他们会不会到中路来啊？李云花在准备在打暴君了啊，在打主宰了。我操，这都能给李元王伤到啊。暴君又被打掉了，我们没能打独打呀，这个坑。请求集合。快把顶，快把夏侯惇搞掉。搞死你，这么猖狂，没人打暴君吗？没人打主宰吗？典韦后羿，典韦后羿呢？对方人都死了不打，我操！啊，这么好的机会不打呀，简直是亏大发了。好机会没有。又出兵了。我操，赶紧跑，赶紧跑。想跑没门。好，消掉了。一鼓作气推吗？好，还好有蔡文姬补血，赶紧推了算了，主宰也不要打了，没伤害，没伤害。哎呀，又赢了，又赢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嗯嗯。终于有闪现了啊！我有没有超神啊？我竟然没超神啊！MVP。